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孔家，我是你们的小孔叔叔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来猜城市消防车呢，还是我们的变形警车呢？哈哈，今天小孔叔叔选择的是变形警车。哦，小朋友们，和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吧。是一辆特别有意思的音乐万向变形车，我们来把它拆开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它了。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。我们会不会很喜欢这辆车呢？我们先把刀子收好。哦，这是一辆音乐万向变形车，它还有用一个绳子固定好了。首先，我们来把它拆开。好吧，看来我要使出我的大剪刀。先把这些没有用的线拆掉。哦，这辆车跟我们前天的那辆车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哦，这是一辆大黄蜂。嗯，好啦，那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拆掉。天哪，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带螺丝刀哎。看一下，它不会动。我们去找一下螺丝刀吧，我们下期再来拆它。再见。